我老公说哈，给他10条软中华，他都不换这一条内裤。这个哈，穿上之后就好像是行走的总统套房子，真的可舒服了。关键人家这个可是有狠活在里面的，你们看这里哈，它有2颗小磁石，它就能形成一个微弱的磁场哈，养护就对小老二哈，真的就是特别的友好。还有就是男士那地方不总是容易潮乎乎的吗？它这个裆部哈，你看它用的是温感科技棉，就是热了呀、潮了之后哈，你看。这小灰眼是不是自动就消失了，就是吸湿排汗，就这个你穿上它一整天，不管你是开车呀、运动或者坐办公室哈，都特别干爽。而且它这个花色哈，每一条真的都特别的潮，关键它这个面料还是莫代尔棉的，就这个面料穿上之后哈，我跟你们说，不仅是你看它弹性真的是特别大，而且哈，它贴在皮肤上就好像是有人在给你抚摸按摩似的。而且你看它这个腰边哈，专门给咱加宽了，就哪怕是有一个啤酒肚什么的哈，穿着一点也不勒。这个号码做的也特别全，就这个内裤哈，能穿到200多斤呢啊！你看它是那种一片似的，就是没有那种烦人的接缝，就这个我老公穿上一整天哈都不会说卡臀啊或者是勒腚啥的。就这小花色，然后你再看它这个小包装，就不管咱自己穿或者是送人哈，都特别上档次，是吧？